6月2号下午，国际著名钢琴家郎朗晒出九宫格美照，正式官宣结婚的喜讯。他还配文称，我找到我的爱丽丝了，她是吉娜爱丽丝。在晒出的九宫格照片里，郎朗与妻子同框出镜，十分亮眼。两人不仅有西装婚纱打扮，而且还有中式礼服现身。新娘子的颜值和身材也是被网友狠夸，标准的瓜子脸，纤细身材，一看就是那种高级美，让人羡慕。纷纷评论，这二人才是真正的郎才女貌。据悉，郎朗婚礼晚宴将在法国凡尔赛宫举办，因为二人相识于柏林，婚纱照也是在法国埃菲尔铁塔前所拍。新娘子比郎朗小12岁，毕业于汉堡音乐戏剧学院，和老公一样是同行，也是弹钢琴出身，并且吉娜爱丽丝的钢琴水准也获得老公的认可。不得不说，郎朗找的妻子是美貌与才华于一身了。仔细看新娘子的颜值，原来是出生于德国的德韩混血儿，并且精通中德英法韩五国语言。如此优秀的一对新人，网友们也纷纷发来祝福郎朗两口子百年好合，一直这样幸福下去。那大家一起祝福吧，欢迎留言评论。